家好，我是九印。今天呢是我第一次主持巴哈姆特电玩风，那有一点点的小紧张，如果哪里主持的不够顺的话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啦。那说到我本身呢，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爱玩电动游戏的人哦，因为小时候爸爸就有开电动游乐器店，然后我应该算是全镇的舞王吧，就是大家都要来找我 PK 跳舞机跟快打旋风。然后之后因为妈妈又开了漫画店，所以我就堪称是全镇最幸福的小孩。那现在长大之后，我自己也很喜欢看公仔啊，然后收藏一些很可爱的小公仔，例如像钢铁人的 Eggtape 系列啊，还有那个最近新出的蝙蝠侠，有一只很大只可以换头的，跟那个有小丑的，我都很喜欢。对，然后最近一定要看就是 Marvel 系列，昨天去看雷神索尔二，根本主角就是洛基啊，太帅了，洛基太红了，他真的太帅。然后我就回家之后就赶快就是上网去 Google 他，然后就把他全部的影片都补齐。好了好了，说到这礼拜的电玩风，最重要的就是 BlizzCon 跟决胜时刻魅影这两个很重要的情报，所以大家这礼拜一定要准时收看巴哈姆特电玩风咯，拜拜。